女士一講起時裝，甚至男士一講起啲哇，即係有時代感嘅服飾，我哋大家就眼睛會張開，心亦都自然會開心。因為點解呢？其實個個都想自己著得靚嘅。咁我哋先講下德國嘅時裝，咁即刻大家就會覺得，哎呀，德國有時裝咩？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點啊？目光係放喺法國啦、意大利啦呢啲品牌上邊嘅。但其實咧，如果你睇翻德國喺時裝上邊咧，都表現得唔錯嘅。嗱，我哋見到一個名牌嘅掌門人 Karl Lagerfeld， 嗱，佢係德國人嚟噶，但你見到佢係世界著名嘅一位時裝師啦。另外仲有 Jill Sander 啦，仲有 Escada 啦，呢啲全部都係德國嘅品牌。著名牌，好多人就覺得，我花得起我就可以著，但其實呢個咧係反映你個人嘅修養品味嘅。好多時候我哋著咗一個名牌，大大個 logo， 但係等於你係名人咩？亦都係好多時候我哋要記住。我哋著名牌，唔好俾名牌著我哋。件衫你著得唔靚，幾有錢都冇用。仲有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其實著衫咧，即係時裝品味啦，係表現你個人嘅禮儀嘅。喺唔同嘅場合著適當嘅衫，唔同嘅場景做適當嘅嘢，亦都係非常重要。